大家好，我是老肖。大家好，我是泡芙。大家好，我是冰冰。杨太太，杨太太，杨太太，杨太太。哦，我们今天很开心哦，我们要到台北港去接车了。要去接什么车呢？接 CLS350。为什么我们的冰冰小姐呢？她会选择 CLS350？为什么？因为拍感觉很帅，感觉很帅。本来冰冰小姐他们是一家人，是要来选白色的嘛。但是看了泡芙开过之后，开始开黑色，其实也蛮有味道，对不对？那有期待吗？有，当然有。有期待了哦。有。好，那么就跟着老肖的视角一起来。之后呢，他们看到车的感觉真的很兴奋，很开心，超兴奋。而且这台车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漂亮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因为整台车这样子真的很美，对，比他们想象中还好，因为这下巴都改过了。没错，哇，好棒哦！我们今天来接两台车，一台呢是 CLS， 那么 CLS 呢已经有车主啦，哦，这个是接单引进的。那么我们今天也破例让车主进来，因为现在哦有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港口它是控管的非常严格。那么我们特别帮车主申请了，可以进来港务局这边哦，可以来看他的车子。再来呢，我们今天接了一台车，这个是2013年、14年式的 E300T， 它是 W212 的小改款。你可以看到哦，光看车头的部分有没有跟新车一样，跟 W213 很像，对不对？这台车呢，它有智慧头灯23匹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它的里程是多少。各位，实际里程24000公里，跑油够少的，跟新车一样。接下来车子就要送去车测了，要3个礼拜后它才会再回到我们的厂上。喜欢吗？赶快来找老肖。日本的轮胎油，哈哈。